大家好，2022年7月31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465期时间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美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最近几个月各国企业纷纷退出俄罗斯，但是美国科赫兄弟工业集团宣布要留守俄罗斯业务。杜工，这个公司为什么要逆潮流而动？现在说科赫工业留守俄罗斯，是和大多数的欧美企业比较而言，科赫工业也撤出了主要的俄罗斯项目，他控制的大型玻璃制造商嘉德工业到4月份就已经宣布停止俄罗斯业务了，只是没有停止给本地员工发工资，因为发工资可以证明企业还在运行，避免像停业的麦当劳一样被没收。科赫工业公司的总裁戴夫·罗伯逊公开说，虽然嘉德在俄罗斯的业务只是科赫公司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会离开我们在那里的员工，也不会把这些制造设施交给俄罗斯政府，这样他就可以运营并从中受益。麦当劳在俄罗斯的员工可能有上万人，硬挺着发工资代价很大，而科赫的玻璃厂员工有几百人，硬挺着发工资也没几个钱，资本家的账算得很清楚。另外，科赫工业在停掉需要大量人力资金的项目同时，保留了再回到俄罗斯市场可能需要的对接部门，将来无论是欧美这边放松制裁主动提供了回去的选择，还是俄罗斯的化学和石油业部门顶不住被动开出了大放血的合作条件，抵消了制裁的效果，科赫工业都能抢到先手。科赫工业冒着政治风险保留和俄罗斯的贸易接口，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老板遵守了祖先过去一个世纪的生存法则。从科赫工业的发家史来看，它在美国国内的经营特色是利用法律体系，到了美国之外，尤其是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控制范围内，科赫工业就要当一个法外狂徒。科赫家族是19世纪末移民美国的荷兰移民，他的第一代祖先哈里·科赫是印刷厂的技工，后来做到了印刷厂主和地方报社老板。他的儿子弗雷德·科赫，也就是老科赫，1900年出生，拿着父辈的资源到麻省理工读了化学工程，进入了石油炼化行业。他和同学一起创办了温克勒·科赫公司。老科赫搞石油在当时看来是逆风中长，虽然洛克菲勒的美孚已经在1911年被反垄断法解散了，但是拆分之后的石油公司每一个也有几亿美元的体量，石油市场几乎没有小公司生存的机会，尤其不可能让一个小印刷厂的资本来抢占地盘。1925年，老科赫开发了新的燃油热裂解工艺，立刻被一群大型企业围上来，指责他侵犯专利，卷入了44起诉讼案。老科赫到底有没有犯法，现在很难说清楚了。但是这么多大企业用法律武器来围攻，他在美国国内的生意肯定做不下去，必须到国外求发展。这个时候刚好苏联基本解决了内燃和基本生存问题，开始考虑经济发展策略。1925年正好苏共也开14大，斯大林宣布总路线是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具体手段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时的苏联有丰富的石油储备，缺炼油技术，又不承认欧美专利体系，不怕法律纠纷，所以老科赫跑到苏联推销炼油技术。苏联第一个5年计划，科赫承包了价值1000万金卢布的15个石油裂解装置，这是社会主义阵营最核心的技术支柱之一。在引入老科赫的技术之前，苏联炼油厂几乎只有最简单的分流工艺，并不比尿牛厂复杂太多。其中不到10%的产品是汽油，而且汽油的标号只有40多，就算在30年代都不算合格的汽车燃料。老科赫带来的技术设备让汽油产量翻倍，比例提高到20%以上，而且还能生产60号以上的汽油，给苏联的军队和工业提供了稳定的运输手段。到20世纪30年代，科赫建造的15个裂解装置提供了苏联85%的石油裂化能力，生产了绝大多数高标号汽油。苏联军队能够从步兵、骑兵升级到摩托化的机动兵团，打赢二战。基础之一就是老科赫的技术引进。15个裂解设备给老科赫带来了大萧条时代的50万美元现金，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贩卖利润，科赫家族摆脱了小企业主的地位。但是到了30年代前期，世界局势越来越紧张，各国都开始为世界大战做准备。苏联的5年计划做得太大，已经开始的项目很多没有后续资金，烂尾了，只能放弃和西方资本家的合作菜路。苏联开始没收合资企业，拖欠贷款，西方金融机构不愿意再给苏联项目提供融资服务。这个时候苏联再想进口技术，只能出口粮食这一类廉价物资换外汇，而当时正好赶上了大萧条，粮食价格低到可怕，老科赫就算和苏联外贸部门关系好，也很难拿到足够的付款，只能从苏联市场撤退。美国回不去，苏联没钱付款，老科赫又找到了希特勒做生意。这次他还是老办法，把美国专利直接搬到德国，建设了汉堡炼油厂，提供了大部分高辛烷值的航空汽油。后来德国发动二战，空军最重要的资产就是汉堡炼油设备，可以说二战的东线战场双方的高机动部队背后都是老科赫倒卖的技术。现在的科赫家族继承了祖先的经营思路，在欧美法律和技术体系的外围寻找发财机会。既然俄罗斯被全面制裁，而且和100年前一样，俄罗斯的工业技术还是落后于欧美一代，科赫家族肯定现在舍不得完全割断俄罗斯市场。在别人逃离的背景下，科赫家族看到了潜在的金矿。科赫家族在美国国内非常有名，经常会被民主党攻击，说他是美国极端右翼的总后台，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科赫家族并不是特别极端的右翼，资本部门也没有大到能够左右美国政局的地步，但是他们始终保留了比较古典的资本家族控股方式，所以不太在乎投资者和员工的意见，他能够比较明确地表达意识形态上的倾向。这放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不算起眼，但是在大多数企业都被股份化的今天就显得很扎眼，容易被中左翼拿出来批评。前面提到老科赫分别向苏联和德国倒卖了炼油技术，二战开始之后生意实在做不下去了，但是科赫家族也积累了足够多的资金。当时美元价值很高，石化产业的复杂度还不算夸张，100万美元就能让一个有规模效益的炼油厂开工。老科赫从苏联带回来的50万美元足够他的一家大炼油企业控股，再加上希特勒提供的利润，科赫家族终于有足够的能量挤进美国的本土石油市场。他和其他的资本联合组建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伍德河石化公司。1967年老科赫去世的时候，他的家族控制了大北石油公司35%的股份，而该公司拥有美国最大的派恩本德炼油厂。1969年，科赫家族和其他股东合并，获得了控股权，成为了美国市场上重要的成品油和化工产品供应商。到现在为止，科赫工业的年营业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掌舵的查尔斯·科赫说：“除非宰了他，从实体上跨过去，否则不要想上市分散股权。”所以，科赫工业现在完全是科赫家族私人控制。查尔斯·科赫拿着42%的股份，被胡润财富榜认为是世界第九富豪，拥有360亿美元资产。他2019年去世的兄弟大卫·科赫的家庭也持有42%股份，另外16%归属合伙人马歇尔家族。科赫家族的实际财富应该要超过富豪榜的统计排名了，因为现在股权太集中，小股东进去也没啥意义，所以市场对科赫家族资产的估值比较低。如果科赫家族转型，让企业上市，放弃一部分股份，家族资产也许能够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但就算按照市场价来计算资产规模，科赫家族的力量和现代股份制培养的大企业相比，又差了好几个数量级。比尔盖茨、马斯克这些富豪最主要的影响力并不是个人财富，而是作为管理层和重要股东支配10000亿美元的资产，引导几十万亿的行业投资，甚至能够改变10000亿美元级别的财富创造能力，影响大国的兴衰。如果有必要的话，超级企业的统治集团碾压科赫家族，就像汽车撞死一只兔子，根本不值得停车关注。所以随着时间推移，100多年前的经典资本主义变成了当代的股份制资本主义，家族企业变成了代理人主导的科层制企业，科赫家族的经营模式从主流变成了另类。石化行业是重资产行业，更是和金融密切合作的产业。科赫工业虽然有几百亿美元的净资产，但是远远算不上一流大企业。欧美体系下6大石油公司，最差的一家的营业额都差不多是科赫工业的2倍。从产业链来看，科赫工业的地位还要更低，因为科赫公司的金融背景比较弱，也不控制油气田，缺乏上游资源，所以它只能做加工业务，算是给超级石油公司打工的2等公民。现在像 BP 石油这种超级石油企业，核心业务已经是投资和产业规划了。每次遇到新的机会，他都能集资几百亿美元去世界各地投标新的油田，成功之后交给科赫这样的下游企业去运营。德克萨斯州集中的大量油服公司，还有中石油承包的伊拉克作业区，都是给超级油企服务的2线企业。超级公司的力量超出了很多国家，但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它的力量来自于多方面，使用力量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到普通投资者的感受，也要尊重有一定独立意志的中层技术人员，做出很多妥协。而政治投资是最敏感的领域，尤其要谨慎表态。在两党制背景下，美国超级公司往往选择同时投资两边的政治力量，通过差异化的投资表达自己的倾向，同时也通过保底的投资避免激化矛盾。比如说，我们通常认为美国的共和党和军工集团相对亲近，但是军工大企业一般也不会让共和党拿到的钱超出民主党太多。科赫工业一直没有分散股权，保持了19世纪的资本主义风格，所以支配企业的科赫家族可以几乎一边倒的花钱，不用考虑养老基金、工会基金这些经常动摇的股东。2020年大选，科赫给共和党和川普的超级行动委员会捐款了280万美元，同时他只给了民主党22万。所以民主党的干部往往会把科赫兄弟当作反面典型，开口就骂，那些实际上支持了共和党更多的股份制企业反而会被忽视。科赫兄弟这么支持共和党，那这些19世纪风格的资本家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去苏联发家的弗雷德·科赫，或者说老科赫，是非常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他回到美国之后，自费出了一本39页的小册子《商人眼里的共产主义社会》，介绍了苏联的大饥荒、大清洗。1958年，科赫工业的大本营堪萨斯州立法禁止了工会的集体谈判权，老科赫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立法过程中，古典保守主义和极右翼的学者组织了约翰伯奇学会，老科赫成为创始者之一。通过组织的力量，他几十年来一直资助共和党内的极右翼保守派。科赫家族的诉求非常直接，要求减税，要求建立小政府，打击工会组织。科赫工业是美国第二大的非上市企业，仅次于粮食贸易商加吉，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对他们的影响最大，所以历次减税法案主要的优税资金就来自科赫这类大型私营企业。
到了现在的科赫兄弟时代，科赫家族抛弃了父辈的古典保守主义，转向了自由意志主义。因为保守主义还有很大的家长色彩，对于资本家来说还不够自由。大卫·科赫甚至觉得两党体制不能满足自己的政治诉求，他加入了自由党，以副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了大选。这个自由党比共和党更极端，要求取消一切的社会福利，解散所有的公立学校，废除所得税，取消医疗监管。稍微正常一点的美国人都觉得不靠谱。1980年大选，自由党只拿到了1%选票，这还是历史最高的得票率。在发现自由党不得人心之后，科赫兄弟又回到了共和党体系表达自己的诉求，主要投资给了右翼的民粹主义和对应的社会团体，比如说经济健全公民组织、繁荣美国、卡托研究所。其中卡托研究所是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智库，主要的任务就是从自由主义角度出各种报告，影响媒体和议会，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他们最新一轮的宣传主题是抵制拜登政府振兴制造业的政策。从过去的几届大选来看，2012年科赫兄弟花了1亿美元想阻止奥巴马连任，因为奥巴马的医疗和金融监管法案都触及了他们的核心利益。2016年，他们顺应大势支持特朗普上台。虽然特朗普2020年连任失败，但是共和党整体极右翼的倾向已经不可逆转，科赫兄弟的投资还是有价值的。现在美国政府的两党建制派都跟不上现代社会的发展了，都靠指责对方的错误获得选票，都很难取得决定性优势。科赫兄弟虽然只算中型的资本，但是他们能够全力砸钱支持共和党的右翼。可以看到，大型冷兵器战争中，一支精锐的小型骑兵预备队，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利用美国的胜者通吃选举制度影响大选结果，所以他们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了自身能量。科赫家族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关键技术，但同时又被看作极右翼的代表人物。杜工，你怎么看待科赫家族的社会定位？前面提到，科赫家族本来是荷兰的小生产者家族，19世纪他们到美国逐渐发家。现在科赫家族虽然已经是一个大企业了，但是做事的方式还是继承了祖先的两个特征：荷兰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者风格。荷兰是第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帝国，曾经以200万人口控制了全球的远程贸易，商船数量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之和。1667年，荷兰海军沿着泰晤士河发动突袭，炮轰伦敦，强行拖走了英国海军旗舰。此外，荷兰还训练了全世界最早的近代陆军，能够正面对抗西班牙或者法国军队，一度算是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双重全球霸权。荷兰兴起的原因是地理的劣势促成了制度改革，因为当时缺乏土地和大陆扩张机会，荷兰社会有了钱只能搞商业和高附加值的手工业，形成了风险投资滚动积累的经济惯性，建立了最早的资本主义体制。荷兰充分利用了大航海时代提供的地理发展空间，而同期其他国家就算从海外贸易中赚到了钱，往往也是优先用来维护封建领土权利，所以错过了滚动发展的机会，把跨海贸易的利润交给荷兰人。荷兰的霸权兴起很快，衰落更快，没等到工业革命爆发，18世纪就被英法两国压倒了。从人口和地理空间来看，荷兰丢掉世界霸权那是迟早的事情。但是荷兰快速衰落，在工业革命之前就被英国的木船舰队压倒，一个重要原因是荷兰资本主义太自由了，政府只是各个工商业省份的联合体，而各个省份或者说城市又完全服从于企业的集体意志，资本主义的财富并不等于霸权的物质优势。荷兰舰队和英国正面交战的时候，荷兰企业坚持自由贸易原则，政府不能禁止本国商人给英国海军提供军火，甚至不能反对荷兰人购买英国的战争债券，导致英国舰队快速抢到了制海权。20世纪的科赫家族支持自由主义，极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又主动向苏联贩运技术，这是最典型的荷兰资本主义传统。现在科赫家族一方面插手美国大选，另外一方面在俄罗斯保留了贸易接口，说明他的家族成员一直记得自己是几百年前荷兰资本家的后代。科赫家族的第二个传统是支持小生产者的自由，所以坚定支持美国茶党。所谓茶党，名字来自于美国18世纪的建国神话——波士顿清茶事件。当时美国人采取了暴力行动破坏茶叶贸易，直接原因不是英国人对茶叶贸易加税，而是英国人要大幅度降低茶叶税。现代人看到商人反对减税，容易想到关税保护了本土产业，可以抵抗外国产品冲击。但是美国根本不具备大规模生产茶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再高的保护关税也不可能刺激美国大规模生产茶叶。就算到了21世纪，美国是全世界最强的农业出口国了，它的茶叶生产数量还是可以忽略。所以美国18世纪不可能有本土的茶叶生产。波士顿清茶事件代表的既不是美国的消费者利益，也不是要促进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只是一群小型贸易商要保护自己熟悉的赚钱方式。他们建立的美国到林肯时代就基本上被消灭了。现在的美国茶党社会基础也和18世纪差不多，主要是旧生产模式下勉强达到中产阶级的小生产者。新的生产方式出现的时候，这些小生产者担心自己相对优越的职业被取代，所以不喜欢自动化生产，反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当代大企业，拒绝和这些大企业搞自由竞争。同时，小生产者还希望和普通工人保持收入落差，不喜欢政府向中产阶级收税给真正的底层发福利，要求建立小政府。
所以他们反对政府发展公立教育，反对拉平所有劳动阶层的技术差距，希望普通工人和自己搞彻底的自由竞争，保持收入落差。茶党在自由竞争上的纠结心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给现代社会提供可靠的管理方案，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过去，赞美早期资本主义的自由政策。从名字就能看到，茶党用美国的建国神话来获取更大的影响力，顺便也要制造出一种旧日好时光的温情气氛。科赫兄弟的祖先是小作坊出身的中产阶级，后来的石化企业帝国也是19世纪末古典资本主义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很欣赏茶党的怀旧情绪，不断鼓吹小生产者的自由竞争秩序。为此，他们甚至和特朗普这样的极右翼都要发生矛盾。前面提到科赫工业养的智库反对拜登刺激工业，其实他们也反对特朗普搞贸易保护，反对特朗普政府主动推动制造业复兴，这都是小生产者政治立场的体现。然而科赫家族也不能完全代表茶党民众，对于超级石油公司来说，科赫家族不算什么，但是毕竟科赫家已经雇佣了几万员工，绝对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小生产者。普通的右翼民粹绝对不承认科赫兄弟是自己人，茶党成员往往是拿了科赫家族的钱，表面上和内心都拒绝和科赫兄弟的政治立场完全绑定。民主党敏锐地发现了科赫兄弟尴尬地位，既不代表前沿的先进生产力，也不能拿到小生产者的真心投靠，还因为富豪地位引发了普通人的反感，所以民主党一定要把科赫兄弟捧成右翼的代表，反复骂科赫兄弟撒钱支持了美国极右翼政治派别，这导致科赫兄弟的名气很大，但是并不能说明他们得到了美国右翼内部的认同。总的来说，科赫兄弟是美国资本主义主流中的支流，同时也是支流中的主流，对他们的地位不宜高估，也不能完全无视。现在国内的媒体形容科赫家族有两种倾向，或者是顺着民主党的宣传策略，强调他们是第二大私营企业身份，把科赫兄弟形容成美国极右翼的总后台，这会明显导致我们对美国总体社会结构产生误判，错误理解美国总体上的战略目标。另外一种宣传的错误倾向是发现了科赫兄弟和每个政治派别都不能亲密联盟，就把他们当成落后于时代的小丑，这也不合适，会影响我们借鉴美国社会的经验教训。中国刚刚完成了工业化，以后再想产业升级，也必须考虑上一波工业化制造的中产集团和小生产者。美国的社会矛盾证明，如果没有适当的压力和一定的妥协，这些小生产者就可能和各种派别结盟，给社会进步制造阻力。严肃研究美国经验，有利于我们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好，465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文字内容随后会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欢迎转发，我们周二再见。